你是微笑里的甜，还是眼泪里的咸？为何这个味道我最想念？你是夏天里的雪，还是白昼里的月？为什么可乐总是要加冰？为什么连你的心跳我都想用心听？走在路上，我请你一定要走我的右边。你爱吃的水果一定要提前买好保鲜。奶茶蛋糕虽然不能每天，要是懒得起床，我就会送到你的嘴边。晚画一个正方形，接上平行四边形，然后把房子的形状画完，加上窗户和烟囱，画一个可爱的图案，随便涂一点颜色，装饰一下，牛奶就画好了，真香。